不是只有一经一句呀、啊。佛陀讲的四圣谛是最根本的，四圣谛还有它的内容，但很多人就是偏向只是那一点。那一点的话，你的那一点，例如说八圣道之，什么叫八圣道之呢？八圣道之，八个整体来讲是圣道，单一叫道之。所以说整体八个，所以说正见正思维，你不是只是正见就够了，全部八个统合起来称为圣道，能够证得到圣道，成为圣者的修行方法。但是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讲起来是这样，你古代叫做八正道，其实不是八圣道之，巴黎的只是八圣道之，八圣道之这八个合起来整体叫做圣道。个别叫做道之，那古代因为有各有正见正思维，把它笼统称为八正道，其实不是八圣道之。所以说八圣道之这八个整体是可以达到圣道的修行方法。一样，你只是想说啊正思维不够，只是正见不够，整个八个。所以说一样啊，有些人就讲只有空就好，什么就那也不是这样，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理解佛法，但是我们不好去批评嘛。很多人就看到已经佛陀有时候对着不同的听众，对他的方便稍微提到什么，但是那个不是佛陀所讲的目的。很多人误解，对，佛陀就讲的这样，其他都不需要。他们没有看到注解师怎么去这样解释说佛陀讲这句的什么意思。对对，例如说，你看，如果是戒定慧，只有戒而已，没有办法解脱；只有定而已，没有办法解脱。但是，其实戒跟定是当它的基础了。那慧是断除烦恼，要断除烦恼，证得圣道圣果是慧，是观智。所以说，它有它的方法。是八圣道之比较精简的，就是戒定慧。